牛肉面应运而生。牛肉选牛腱心，带筋，含高量的胶质，炖煮后口感弹牙。油锅煸炒姜葱，放入豆豉与豆瓣酱，把整锅料倒入牛骨汤，便是牛肉面的汤头。腱子肉切大块，炖煮入味，面在沸水中烧煮片刻，尽量保持韧性。在台湾，有许多牛肉面被冠以川味的名号。